视窗程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那刚刚我们设计了这个显示你好，那这个东西其实用途不大，但是我们再来稍微加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加个这个好了，Numeric up down。 好，那你每加一个你就可以试试看。 OK， 这个我没有广播齁，抱歉，下次没广播提醒我一下。好，我重来一次。好，我先把它删掉。好，这边要删除一个元件很简单的，就按 delete 就好了，选它然后按 delete。 那这边我们可以先，刚刚我们加了一个这个 numeric up down， 那我每加一个我都可以执行，如果你没有写程式没有错误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刚刚没写程式，所以应该不太会错，那这个就可以直接往上往下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到零就没有了，就不会往下，这种是 numerical up down。 那你也可以加一些像 datetime picker， 那我们把它移动过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好，你可以选日期，对不对？ OK，我选9月15号、9月30号，那这边就9月30号。 OK， 那这边会有很多很多的元件，那通常呢我会建议大家呢，你每一个都把它拉出来看一看，那你就会知道说，大概有哪些元件可以用。那我要告诉各位， Visual Studio 大概是目前我看到开发工具里面最好用的一个，最好用，资源最完整，然后功能又很强，那视觉化界面做的最好的一个。好，那这边还有很多很多了齁，所以我稍微再加一个好了，再加一个 Picture Bus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像 Picture Bus 它是一个可以放图片的东西，所以呢你要修改一下它的属性。那我要放什么图片呢？我们稍微随便找个图片来。好吧，就这一个吧。哎呦，好，就另存影像网。喂，把它存起来，然后我放在 CCC 底下就好了。好，我现在把那个影像抓出来。好，我这边做汇入，汇入刚刚那张图片，记得在 C 槽的低槽的 CCC 底下。刚刚叫什么 ？Image 吗？好，就这个吧。按确定。好，这时候图片就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你执行的时候呢，它没什么反应。但是视窗程式和物件导向其实是绑在一起的一个技术，当初会发展出物件导向，就是为了做视窗。那待会我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历史的来龙去脉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示范完毕。好，现在呢我们看到，这里我弄了一张图进来，然后这里我没有做任何动作，所以当然它不会动，但是呢我再加个按钮进来好了。对不起，又按了 G。好，那我弄一个按钮叫移动。好，当然我这些按钮目前是乱排的，你程式设计自己在设计系统的时候一定会排得很好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知道我刚刚那个物件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这个物件叫什么名字？其实这边会告诉你属性 picture bus 1，所以它就叫 picture bus 1，这个物件就叫 picture bus 1。
那我在程式里面我要存取它的时候呢，我就直接写它的名字。好，我写了它的名字，你注意我这边按了一个点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出一大堆属性来啊。那四川程式设计有个麻烦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属性太多了，我们搞不清楚啊。那除非你用过，不然你只能够望文生义，就看它的名字猜它的意义。那用习惯你会发现常用的属性就那些了哈。那剩下的呢，通常你要先看一下说明啊，才可以用。好，那 picturebus.left 这是那个物件的左上角坐标的左边坐标。那各位还记得 C 语言吗？加等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它，比如说 A 加等于5，就是 A 等于 A 加5。啊 ，A 加等于5就是 A 等于 A 加5。所以我现在呢，我写加等于5。好，那我就这样看。OK， 它会动对吧？好，那当然你每次都要按了。有点累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告诉各位，你可以不用这样做哦。但是你如果不想每次都按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个时间控制项，那种控制项是看不到的控制项，那我们就可以让它自己动。好，那加时间控制项怎么做呢？稍微来示范一下好了啊。加个时间控制项啊，timer 啊，这里有一个 timer， 看起来像时钟的东西，哎，这显然跟时间有关，它就是我们时间控制项。好 ，timer 呢，这里 enable 等于 false， 就代表说这个东西目前还没被启动啊。那 interval 100代表它是每毫秒发生 elapse 的事件的频率啊，现在这个翻译的不太好，应该说每100毫秒它会发生一次这个事件。100毫秒是几秒？毫是千分之一，那100毫秒就是 0.1 秒。好， 0.1 秒 OK， 让它 0.1 秒就发生一次，很好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想说，那我们让它按移动之后呢，它这个才开始启动去移动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我就设计一个就100吧，100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在这边设。好，你可以注意到刚刚我打错了，我打大写，结果它自动帮我修正成小写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视觉化界面做得很好。好 ，timer 1点 enable 等于 true， 我让它呢这一个时间的计时器启动，启动要做什么呢？启动让它每次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，就做某个动作，做什么动作？让它往左移一点，哦，右移一点，往右移一点。所以呢，我这时候我还要再继续修改这个 timer。timer 有个事件叫 tick， 这个 tick 就是时间到了。好，那每多久时间会到？以刚刚我们设的每 0.1 秒时间会到一次。好，那我这样子每时间到一次呢，我就加5。好，加5可能太多了，加2就好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开始执行。好，那我现在没有按哦，我没有按，对吧？啊，它就一直动。啊，但是这有一个缺陷，它动会一直跑出去。啊，那我们可以发现，它跑出去了，没关系，我拉大一点。啊，那但是它还是会跑出去的，总有一天它会跑出去，因为萤幕只有这么大。好，那没关系啊。
那因为我们没有设计那个控制啊，如果你真的不让他跑出去，你应该让他跑到那里的时候，要么就反弹，要么就停下来或干嘛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要设计那个控制逻辑。那设计控制逻辑怎么做？那就是用 if 啊、else 啊、while、for 这些各位已经学过的那些东西，这样了解吧？好，那我现在把时间还给各位。让各位去练习一下，刚刚 hello 还没做的同学，你可以先做 hello 啊。那刚刚有同学新进来，请你一定要跟着做啊。那 hello 还没做的同学，请你先做 hello。hello 已经做完了，请你做类似我刚刚做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不会，没关系，你把工具项里面的每一个元件都拉出来试试看，就算看一看它的长相也好。哦，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要你写程式。所以你至少要看拉出来看一下它的长相，还有些东西没长相的，你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因为那是隐藏物件。